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陈千文自创求婚曲，图 TVBS 提供 TVBS 女力报道。好运到，新年开工就传喜讯，嘉玲 CP 求婚成功。陈千文是郭松龄，筹备许久，终于向王乐妍是张嘉佳求婚成功，还加码包红包许愿，希望王乐妍好运到。两人恋爱许久，总算有新的进展。王乐妍表示终于，毕竟旁边的所有人都结婚了。陈千文为让王乐妍感动，点头答应求婚，花心思创作。拍摄前一天收到导演讯息，问是否愿意做一首歌，立即答应，我可以。谈起写歌过程，这么重要的时刻熬夜也要写出来。那天拍完到家已11点多，回忆起两人相处很有画面，约2小时诞生围巾这首歌。戏中陈千文一直希望给王乐妍求婚惊喜，两人高中就认识，出社会后的再次相遇缘起于王乐妍的围巾勾到陈千文的吉他，让陈千文决定以红色围巾当作引线。求婚当天他带王乐妍出游，经过的每个人都系着红围巾，呼应两人过去巧合相遇。接着弹吉他献唱自创曲《围巾求婚》，王乐妍透露听到此歌马上红了眼眶，试戏时不想先听到，正式来的时候一听到真的超感动，还称赞可以出 EP。 陈千文笑回，这是我有史以来写最快的一首歌。而陈千文求婚成功后兴奋抱起王乐妍转圈亲额头，王乐妍回忆亲吻戏当下被他抱起来旋转很多圈，只记得头超晕。王乐妍过去曾被前男友求婚，但两人最终仍以分手收场。被问到对求婚的想象，他说，我对这种事不会设限太多，毕竟已经有被求婚的经验。戏里王乐妍也因为方兴总经理的信任当上杂志社副总，爱情事业两得意。现实生活喊话，爱情先找到另一半，事业依然继续拼，斜杠开好开满。剧组近期放完年假开工，陈千文分享今年过年行程，陪妈妈去庙宇白白求签，我和妈妈都求到上上签，当天刮刮乐我刮中800元。过没几天导演约吃饭，发刮刮乐我又刮中2000元，相当幸运。王乐妍则透露都在麻将桌上，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连续打了4天麻将。新的一年两人都希望持续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学习付出，珍惜给予爱人，拥有比去年更多的。陈千文左求婚王乐妍，图 TVBS 提供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